干啥？上代号。但浩浩不许玩手机。我要玩，辛苦了一天，我怎么不能玩呢？怎么要辛苦啊？学习很辛苦吗？对呀、啊。还有，我今天在学校把要写字最多的一项写完了。什么作业？誊写作文。啊，你都憋了很久吗？赶紧去上吧。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蹲厕所。你们家有没有同款的？你拎那么多吃得完吗？吃得完啊。都满了。我在学校吃三碗。三碗是很小的碗吧？不，比这个还大一些。妈妈，嗯，我明天要给低年级小朋友戴红领巾，佩戴入队仪式。所以呢？试验一下。我来，等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是几年级的小朋友？嗯，一二年级的。好，我现在是二年级的小朋友啊。二年级还比我高。这个小姐姐在跟我戴红领巾，我好开心的，我终于入队了。戴的怎么样？戴的。还可以，哎呦，不错，谢谢姐姐，真香！你才吃完饭没多久吧？我又饿了。你是猪呀！我真的发现你，这个是芒果千层是吧？我看看，给大家看一看芒果千层，还可以，我尝一口啊。我不喜欢吃榴莲千层。嗯，可以，好吃。我不太喜欢吃榴莲千层，所以我才买了这个。这桌子上摆的这么整齐的作业是给我检查了吗？请问，为啥不是？我就要检查，这是写什么？这个数学的，这个是英语的是吧？哎，咋也看不懂，语文书。作业全部写完了？啊。哎呀，你的痘痘，疼呀！魔方，说说你明天要那个吗？戴红领巾吗？嗯。有你吗？有没有你？反正老师给我发了申请书。选上了没有呢？反正老师给我发了申请书，还没通知你，肯定是没有你。姐姐明天跟一个小女孩戴红领巾哦。最近这个玩的这个叫什么东西啊？粘球球的特别火是吧？我看小爱也在玩。妈妈请教你一个问题呢。嗯。你今天憋屎憋了多久？一个下午。咋没拉到裤子上面？我从一年级憋到现在，你想想，不憋去监狱来了啊！哎、请问一下，你从一年级到现在六年级，在学校上过几次厕所？一次大号。一次？嗯。你居然还上过一次，我以为一次都没上过嘞。那次现在憋不住了。实在憋不住了。还有个特别致命的要点就是，啊，你去女厕所的时候，女厕所永远是满的，然后等你又可以上厕所了。只剩三分钟了，三分钟也可以上啊，我拿不完。叔叔，嗯，你在学校上大号吗？什么大不大号？不上。为什么？不习惯。也是要回家上是吧？嗯，那也是的。是的呀，怎么大家都是不喜欢在学校里上厕所啊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觉得不习惯，只是习惯在学校里上小的。好吧。肯定是不好意思啊，还是什么原因呢、啊？不是不好意思，是不想上，不习惯。不习惯啊？好吧，大家是不是同样不喜欢在学校里上厕所呢？